东和深圳，它其实就有改革和开放的基因。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，深圳的企业它是更容易去创新，敢于创新的。同时呢，政府端呢也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，然后现在形成了一个民营企业为主的创新生态，主要是由于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端非常活力的主体之一，它非常能快速地感知到、挖掘到市场的需求，推动原始创新。此外呢，深圳的各类的这种政策供给，其实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养分，还有一些产业引导资金、人才政策，其实是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的成本，让他们去敢于把这个更多的精力去放在研发方面。深圳它在于政策的灵活性方面是可以香港借鉴的，比如说深圳整个的这种的对于创新的政策供给体系，它是非常完善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体系下，在每一个集群的打造，它容纳了龙头企业、中小企业还有初创企业。那这样的各类企业市场主体在这个集群里面，它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这种发展空间，同时呢找到一个互相互补、互相共融的一种发展的路径，这是值得香港学习的。